角落一边忙来一边闲，早起程晚回还，进门准得有热饭，逢酷暑遇严寒，身边有人问冷暖，同唱好一曲合家欢，万事千般只等闲，相隔再远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准点来到咱们嘉禾胡同观看由北京卫视和中国移动咪咕联合为您打造的春节特别节目嘉禾万事兴，我是主持人曹阳。这期啊咱说俩字儿，锦鲤。哎，我说的这个锦鲤啊，不是您说的那个观赏鱼，而是一种代称，有点这个吉祥物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呢都希望啊有美好的一天，也希望锦鲤能够给自己带来一帆风顺。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想要一帆风顺，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个人的努力。最近在这个胡同里啊，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锦鲤。我说的这个锦鲤是个人，到底是谁呢？咱去看看。下个月的咖啡原料定了吗？定了，合作正在洽谈中，宝宝们不要着急呀。那订货渠道还是原来的吗？对对对，工厂直发。我们都合作这么长时间了，这价钱问题再谈谈吧。放心，满减赠品优惠券一个都不少。上个月的单子都在这儿了。没错，蓝帅帅的直播间就是最好的选择。你能闭嘴不？人家跟我说话呢，我一张嘴你就给我噎回去，我一张嘴你就给我噎回去，差点把我噎死，给我整蒙圈了。哎，我直播间的粉丝怎么一直在减少啊？哎，我不是说了吗，马上就有上新啦。啊，这样我们换一个话题，这是我今天直播的环境怎么样呀？啊，是不是很好？886这么少，不了。再这么下去，我直播间的粉丝就都886。你要再这么晃悠，我这里客人更少了。哼，不至于吧？不至于啥呀？你看你这晃来晃去的，哪有几个客人往里进呢？那我不寻思换个直播环境，我直播间能热闹一点？你热闹不热闹我不管，反正我给我这里弄的不热闹。我一带货主播。再没有商品更新，我就要被更新了。晶晶，哎，这有一个闪送。哎呦，谢谢谢谢啊！到我收件码。好嘞。哎，得嘞。哟，哎，你怎么挨这儿呢？哎，不是我这一进门，你们俩对我唉声叹气的，你说他们俩人心情不好，气没气儿拔了，撒了气儿了，这心情能好吗？你看看，都是用钱的地儿，这可真是，一单未平，一单又起。不是，这金红姐到底怎么了？这，哎，不是，这不就是生意不好吗？生意不好没事，宣传宣传不就好了吗？说的容易，咋宣传的？问得好，我想想，哎，你看啊，现在好多餐馆不都在网上搞这种抽奖活动吗？那你看，那咱们为什么不能搞一回呢？嗯，但凡谁要是中了奖，就可以来咱这咖啡厅里随便吃随便喝，吃霸王餐。你看我这主意好啊？一点都不好。霸王餐我明白，就是白吃。对呀，我生意不好，我还让他们白吃，我有。啊病啊！哎呀，等会儿姐夫，你可能没听懂。你想啊，
这些吃了咱饭的人，喝了咱水的人，他好意思不在网上好好夸夸咱们吗？是不是？夸的人多了之后，这网站上不就把咱们家这个活动、这家店不就推到首页上了吗？是不是？你想想，知道的人多了，咱家的生意好起来，这不就等于是变相的宣传了吗？哎呀，合着不白痴啊？谁白痴？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我还是七级会员呢。你看看，哎，季红，要不咱试试？对对对，这玩意儿咋弄啊？我教你们呢，正好我也参与一下。万一中奖了呢？那好，哎，射击，我就不参与了，我那边还有事。是吗？你不要可以给我。不是，岳炮，再加一斤的，没问题。再加根香肠，没问题。你这还能加上啊？没了，就剩两根香肠了。都给我加上。加不了了，再加就夹不住了。哎，王叔，你这些个香菜辣椒都要哈？对呀，啊，好。王叔，你这是没吃晚饭呢吧？干嘛晚饭啊？中午饭我还没吃呢。啊？不是，马大爷他不给你做饭呢？还做饭呢？我连他人影都看不见。他这一天到晚不知道怎么这么忙，不是这儿座谈呐，就是那儿讲话呀。我看他比那早年间的皇上还忙啊！这领导家属啊，不好当。哎呦呦，王叔，你小心点啊，这块是风口。来，哎，就我上次买那优惠券。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以后啊拿你手机，知道吗？别没事老拿别人手机。你，你看我鞋盖开了，拿着。那不是马大人吗？马大人身边那大爷是谁呀？哎呦，还能是谁啊？王叔呗。王叔什么时候有头发了？哎呀，你这人也是，那王叔就不能戴假发了？你看看那身材像吗？是啊，那王叔，王叔在这儿呢。胸口啊，喘不上气儿了哟！哎呀，你那是冷面吃多了撑的。哎呦，我这脑袋瓜子上哦，直冒冷汗哦。放那么些辣椒，能不冒汗吗？哎呦！等，你别挨呦了，别挨呦了。哎呀，我收拾收拾，早点睡。哎呀，明天呢还一天的会呢。什么？你明天你还要出去？哎呦喂，你可留神你的腿吧！哎呀，老马呀，老马呀，我可是给你机会了。给我什么机会啊？我可都亲眼看见了，你跟贾志国那老小子那是出双入对，眉来眼去。你说什么呢你？贾志国，贾前副局长，今儿我们俩一块儿去参加一个那冬奥会那个讲演，然后呢，这个时间晚了，人家就顺道送我回家了。这么点事儿到你嘴里怎么那么难听啊？那我不管，我早就看你们俩不顺眼了。哎呦，王彦超，王彦超，你说你跟我结婚这么些年了。啊，您这思想觉悟也该有点提高了，是不是？啊，因为毕竟跟我这耳濡目染的，成天的是吧？但是作为一个领导的家属啊，非但不给我做好后勤工作啊，还是跟我这死白赖的都拖我后腿，是吧？你什么觉悟啊？什么境界呀、啊？什么？你不说了。鉴于你今儿这表现啊，我已经决定了，从明儿开始呢，咱这个零花钱减半。别，老爸，老爸，咱们有事儿好商量。没商量。不是。明阳光，金亮亮，兄弟唱三唱。来单了。
您好，您获得了咪咕咖啡厅免费下午茶双人套餐券。哎呦，我中奖了，还真中了。哎，王处长，杨处长，王叔，您大冷天的您坐这儿几个意思呀？我离家出走。离不是这您这也没走多远呢，这个我这等着那烤冷面子出摊，我吃饱了再走。你看您这腿脚也不好，大冷天再冻个好点的。来，走走走走走，去我们家院里，咱俩聊。哎呦喂，您也不嫌凉，我这都冰屁股。慢点走啊。哦，得嘞，我明白了。哎，要不这样，我呀去跟马迪儿说和说去，你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没必要那么闹啊？哎，帅帅帅帅，来过来，你正好在这儿，帮我劝劝王叔啊。劝王叔什么事儿啊？我能劝了王叔？哎呀，什么事儿？一听不就知道了吗？你他妈王叔，我去找马迪儿去了啊。帅帅，你说这事儿能怨我吗？嗯，那你说这事儿能怨我吗？是是，不，他还有理了。他怎么说话呢？不断专行啊，血口喷人，都让我抓了现行了，还死不承认呢、压根没影的事儿，胡搅蛮缠呢。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吗？嗨呦，我的马大爷儿！哎呦，您跟王叔都过了大半辈子了，是不是？还有什么隔夜茶呀？不是那个隔夜仇啊！你看，正好我呀中了一个这个下午茶免费券，就在咱们门口那个咪咕咖啡。您带着王叔一块儿去浪漫浪漫去。哟，孩子说什么呢？我们都多大岁数还浪漫了呀？马大爷还害臊呢！哎呀，岁数大怎么了？谁说岁数大不能喝咖啡了？不是，主要是那咖啡我喝不惯。回头啊，我带他上那个早点摊上喝两碗豆汁儿得了。您说这两份也差不了多少，没事，喝两回就习惯了。我知道。哎呦，您甭跟我客气。不要你，不要呢。那好。哎呦，好什么好？好什么好？一点都不好。这看电视呢。傻说，你中了咪咕咖啡下午茶优惠券。啊。给我吧。给不了。为什么呀？你来晚了，不给马大爷了。老贾啊，您说，怎么着？哦，哎呦，太好了啊！那个，明儿您给我送过来。得，那那么着，我请您喝咖啡。我有两张那个免费那个咖啡厅的券，不花钱。不见不散了。哎呀，好不容易有一个国产运动品牌来找我直播带货，人家明天就要来找我面聊了。聊得好的话，说不定当场就能签约了。哎，我还想说带他去咪咕咖啡厅聊呢。哎，我就不明白了，这马迪人又没有把咪咕咖啡厅那儿给包圆了，你想去去呗。那不是还得花钱吗？哎呦，还说我抠呢，你比我更抠。我那不是好久都没签订单了吗？那手头有点紧。哎哎哎，行，我给你想想。要不然这样吧，咱也甭去那迷糊咖啡厅喝咖啡了，咱就在自己家里磨咖啡，显得特有诚意。自己磨？那我也得会啊。你等着。嘿，怎么样？这是什么？嘿嘿，没见那样吧？啊，这叫手磨咖啡机。您这是清朝的吧？哎，帅帅，怎么样？做好了吗？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那个，这就是缺零件了，还是锈死了？他这人家都要来了，
那要不这样，我们点个外卖，然后把那个咖啡啊倒壶里，就是我们自己过的。哎呀，来不及了，人家刚才打电话说都到胡同口了。这样，你冷静啊，你放心，那个什么，我去迷宫那儿买一杯不就完了吗？是吧？哎，你好，您找哪位？帅帅是住这里吧？哎，帅帅啊！哎，王总，是哦，好。你好，快屋里坐，屋里坐。不错，不错啊！古色古香，很有民族特色。啊，对对对。像现在这样的四合院，已经很少见了。是是是是是。哎呀，郝总。哎，不要这个懂那个懂的。啊，对。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太俗，不像我们的老祖宗，孔子，荀子。孟子，啊，那您叫猴子吗？啊，什么耗子？耗子，哪来的？这么多年没见，不是耗子，是猴子。啊，这个耗子，不是这个，好，我还是叫您郝先生吧。哎呀，这个是给您买的。我只喝茶。哎呀。我最喜欢喝茶了。对，你喜欢喝什么茶呀？我，哎呀，他就喜欢喝什么碧螺春呐，什么竹叶青啊，银针龙井，龙井好，味道甘醇。哎，我让他买的就是龙井。哎呦，不是，哎呦，这一路给我喝的，我不行，我受不了了，这个喝茶呀，要慢慢喝，主要是要品茶。对，我来不及呀，来不及，我太喜欢喝茶了，我。得了，我给您都给喝干净了，我再给你买一个。哎，不用。哎，我很喜欢你们这个样子啊，喜欢茶。哎，这个就是很传统吧？哎，这样的话，我才愿意把我的产品。交给你们去卖嘛，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民族的，就是最好的。对，晓得吧？晓得。说的我这是心跳都加快了。你是咖啡喝多了吧？是好的，慢慢挪挪。挪什么？要过去。我不让你过去。团长，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我说你赶紧的，我收拾完我还有正事儿呢。我也还有正事儿呢。你有什么正事儿？我跟那下棋的老李头约好了，我们下午上那花鸟鱼虫市场去逛逛去。你去呀，你拦着我干嘛呀你？我去我。我得有钱啊！你不够。白岩长，得寸进尺，这叫。你这是零花钱，我得有那精神损失费。你这个，给你。都给你，得了吧？还差不多。就这么点钱啊？我的这个产品啊，虽然是一双鞋，但是我们这个鞋底气囊，国产技术。走线缝针，国产手工；面料材质，国产纺织。哎呀，你这叫啥？怎么样？哎呦，我说你鞋里有活人，不要太舒服了。哎呦，舒服。啊，仔细看一看，晦气，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你们该吃中饭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哎呀，别呀！那我们出去吃饭，不太好吧？不卫生。啊，咱在家吃。啊哈，我炒俩菜啊。以前我爸是大厨，我跟着也学了一点。京酱肉丝。会。醋溜木须。行。溜干尖。哎呀，可以。交流丸子没问题。好，四菜一汤，充满阳光，不要搞太复杂了。哎，这都点上菜了还不复杂？我最近这个嗓子呀，一直在上火，吃什么都吃不出味道来。哦，行，那您歇着，我去门口的超市买点菜。哎，国产菜，放心，国产调料哦。我知道。那进口的我们小胡同也没有，对，没有。国产，这是时间呢，等一等，国产。哎，帅帅，对，王叔，买菜去了。对的。您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哦，我知道了，你一会儿要跟马大人去咖啡馆是不是？不是，上咖啡馆干嘛？他这儿又不卖豆汁儿。那我是给了马大人那个优惠券，让你们老两口去喝喝下午茶，浪漫浪漫。都什么岁数了还浪漫浪漫浪漫啊。小厨娘需不需要帮忙？耗子呢？在你脚底下呢。哎，我跟你说，人郝总啊，哎呦，在里边滋儿咋的，自斟自饮那白茶呢。哎，你把那馅儿交点，我呀一会儿要做个交流丸子。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就是搅和这方面我特别的在行。哎，你先尝尝咸蛋，尝尝咸蛋。蛋。蛋。嗯。我跟你说啊，我刚才买菜回来的路上，我碰到王叔了。哎呦，心情好得很，还哼着歌呢。哎呀，我跟你说，这一看啊，马店跟王叔就和好了，差不多了，对不对？哎，你再尝尝，还是味儿淡，还淡。嗯，你个马小燕，我说今儿给钱给这么痛快。感情是尽快把我支出去跟别人喝咖啡去。出门啊？哦，你不是说好跟别人去什么花鸟鱼虫市场吗？这么快回来了？啊，老李中风了。嗯，不是那个，老李受风了，他有点感冒，今儿就不去了。啊，那成，那你回屋待着吧。哎，老马，你这是要上哪儿啊？我有一点事儿。哎，老马，你这衣裳是新买的吧？不是，这不是去年哀家给我买那件吗？是吧？你忘了？还崩我？老大姐好。哎哎，出去啊！哎，又进货了。忙，好长时间不见了。是吗？是啊。哎呦，那你怎么今儿约到这儿呢？嗨呀，您别提了，这请问需要什么？那要两杯咖啡，然后再要一份那个提拉米苏。咖啡我还真喝不惯。这好着。你想用点什么？哎呀，这不王叔吗？怎么跟马大爷坐一块？别口罩。
不是我是说你。哎妈，这啥意思呀？这是。冰的咖啡。哎，好嘞，好嘞，得了。哟，我要的是一份的提拉米苏。这份是送的。哦，好的，您搁这吧，收嘞，收嘞，收嘞。请慢用。你吃哪个？都行都行，您尝尝我这个。我要不然我吃这个也行也行。那一会儿您再来一口也行。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看着不错呀啊！你看，嗯，让我尝尝，我尝尝。这人家得客气。你干嘛？也忒闲了。不是，你就算人家叫耗子，你也不能把人真齁成燕子虎吧？这齁死了！呸！你看，哎，不对呀。嗯，这肉馅不你调的吗？那不是你尝的吗？那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办？嗯。大不了吃道菜，不给他上。三三啊，交流完咋？啊，哎，我最喜欢来。哎哎哎，哎呦，我这老婆都顶三了。哎呦，算算啊。没想到你的手艺这么好啊！我就是随便做的，家常菜，家常菜。哎，不是那个焦溜丸子也是我的最爱。哎呀，我特别，看来是味道是蛮好的啊。不，我等会儿再试一下。哎，你这个木须肉啊，是我的拿手菜。好，您尝尝，您尝尝。好好好。嗯，好东西要一道分享哦。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我不停地奔跑，追寻属于自己的荣耀。是谁不断为我打 call？ 最亲爱的人们在我身边围绕。每当我与你拧坎坷跌倒，被风霜雨雪阻挠，你们总能给我依靠。家是最温暖的巢，让我疗伤，让我抱，哪怕埋怨和唠叨，也是为彼此心焦。家是最安全的岛，守护心中柔软的一角，我会更勇敢，不要努力回报，分享我的骄傲。